好，我们看梁霄引当中需要遇到的新的补字，少息，没有实际的指法意义。在古谱当中呢，碰到这个字就表示稍微停留一下，稍微休息一下，表示前面的这个音呢停留时间稍长。双弹是指前面音弹响之后再弹两次，打圆在前面散音指法练习中呢我们介绍过，但是在这里呢是一散一按两个音的打圆，一会儿我们示范给大家。上九应和，上九应和是指弹响一个音之后按音上到九回，与其他弦的散音弹响合成一声。下十八应和与前面的方法大同小异，接下来呢我就示范给大家看。我们首先看双弹，在双弹之前是踢四散三如一这个声音，然后呢双弹，也就是说再踢一声再踢一声，连续踢两声，或者是踢一声调一声连续两声。再重复一遍，可以连续踢两声，或者用一踢一调出两声。下面我们再看打圆，三调五弦，名指十回八分，勾三弦打圆，然后上九应和，也就是说名指借助余韵上到九回，与谁应和呢？与三调六应和，上九的同时三调六。下面下十八应和，也就是说下到十回八分的时候三调五，连起来是这样的。再看，好，我们再看梁霄引的最后一个指法，搓大指六回二分的七弦和泛音名指七回的三弦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在搓这两个音一个，也就是说在搓这个两个音当中，一个是按音一个是泛音。